第三章杂项之概要。Packing of case and go have I paga。节一序文。Some people use a gun tape on as a soft fatal. City city see cardamoms and any rohan.谁的呢 ?Hit to talk it. D-V-A-R, Alban, Fas, Futo. Sita, D-V-A-S-N, Eva, Sang, Hong, Ammonite. 以一次自信说毕五十三相应法心与诸心所。如今只取心在一受作用门所愿及一处分析。结义之注读说明，五十三相应法虽然阿摩论分辨了八十九或一百一种心，他们的体只被视为一法或一种究竟法，为它相同的特相及实之目标所愿。然而各个五十二心所法则被视为也之法，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特相，是一共有五十三相应名法。指心 Set up Devasan Eva 直译巴利 Set up 是心之升起。他情况里他是指心及其相应心所整体，但在此是指心本身。无论何之心必定和其不可分离的心所同时发生，而其心所则是分析与分类心的语。受之概要。结受之分析。Then K he top David Hidena Suka Daka Daka Me Suka C A Titan Suksen Daksen Men Asen Domen Asen Apa Titanion C A Badena Pena Pap Kahoti 有之概要。首先受有三种，即苦乐苦不乐。另者受亦可分别为种乐乐苦乐忧舍。第二之注读说明。师分析如我们所见，受是变业心所之一，有受用目标之位的作用。与每一心都必定会某种受相应，所在分类心时受是一个重要的依据。这一篇里作者着重于把一切心依其相应的受分类。受有三种，受可以依三分法分法分别。当只纯粹依其感受来分析时，受有三种苦乐不苦不乐。在这三法里，乐受包括了身体的乐受和心的乐受或乐两者，而苦受则包括了身体的苦受和心的苦受或忧受。受亦可分析为五种。当受一跟 Indriya 分析时，它则成为五种。这五种身为根，因为在感受目标面，它们作为其相应法的主人或支配 Indra 该些相应法。在采用分法时，三分法的乐则分为为乐受与受，前者是身受，后者是心受。三分法
的苦则分为苦受与忧受，前者是身受，后是心受，不苦不乐受亦即者受。在经中，有时佛陀也说受两种，乐与苦。这是一种隐喻式的分析法，把无可责的舍受包括在乐受之内，以及把只责的舍受包括在苦受之内。佛陀又说道，所受的都是苦。相应部36比11斜线4 216，这句话里的苦并不是狭义的苦受，而是指广义的苦，即一切有为法，因缘和合而成之法，无常则苦。乐受 Sukha Vedana 的特相实验，可喜的所愿作用是增长相应法，现起是身体之娱乐，静音是生根即生者。苦受 Dukkha Vedana 的特相是体验不住所愿，作用是减弱相应法，现起是身体遭受痛苦，静音也是生根。月受 Somanasa Vedana 的特体验，自 Sabhava 可喜或作至可喜的所愿，作用是体验所愿之可喜，见起心于月之状态，静音是清安。月受 Somanasa Vedana 的特相是体验不可喜或造作至不可喜的愿，作用是天所愿之可喜，现起是内心遭受痛，静因是心所依处，见本章节20。舍受 Upekkha Vedana 的特相是被体中性，作用是不增长亦不减弱相应，现起是平静的状态，静音是没有喜的心，即喜不相应之心。节三，一心分类。Sukhasa Hagatam Kusalapakam Kaivipanam Ikemifa Tadakasa Hagatam Akusalavapakam Kaivipanan Matasasa Hagatasitani Penalapulani Kateri Adasakamavakarasopanani Sukankirana Hasanani Cadvitani Amathakam Mavakarasitani C.Evama Dutiya Tataya Ketu Thachana Sankarani Katala Isamahajata Okatara Sitani Caitani Omdvasivhani Bhavanti Omatasasa Hagata Sitani Panadvi Patakeuta Sitan EvaAsani Sabani Pipap Kapasa Has or Hagatasitan Eva Titanion。 在他们当中，善果报真实是唯一乐趣之心。同样的，不善果报真实是唯一苦趣之心。有62种心是越具，即一十八戒心、四贪根心、12欲界美心、即恶无因心、
及越剧推度星与生肖星，自十四种属于初、第二、第三、第四含的广大与初世界星。十二加三二，指两种与田会相应的星是忧惧。其余五十五种星是惧。节三支注读说明，其余五舍惧的星是：一不善星，四个贪根及两个痴根；二十四无星；三欲界星，善果报与为作各有四种；三各第五禅星；五二各无色禅星；六各出世间星，即属于第五禅的道星与果星。节四总结。Sum dux sum apet hati teni omtivit hati avedana. Summon domen smit ibedana papha. Suxum ikate sadak avcan sm facetan. Facetisu summon sum papke papasake kara.受可分三种，乐及苦与舍，加上乐与忧，则成五种受。乐苦各于一，忧则于二星。乐有六十与五十五。节四支注读说明，乐于一。当知除了乐句与苦句的生时外，双五时的其余四对都是舍句。诸圣译注解于眼、耳、鼻、舌门，当属于所造色的目标撞击，也属于造色的根门时，其撞击力并不强，就有四团花放在铁针上，再以另外棉花敲打他们，因此所产生的受是受。然而于生门，其目标是大界中的地、火、风三大。如是，当该目标一生进色时，其撞击力得十分强大，且扩展到身体的四大，这就有如四团棉花受到一堆敲击。铁堆棉花再重击铁针，当目标是可喜愿时，升起的生是善果报心，而即相生受是生之乐受。当目标是不可喜愿时，升起的生时是不善报心，而其相应生是生之苦受。虽然看来眼识的其他四根实际上是也能与乐或苦受俱行，阿毗摩论认为这些首先升起的根实必定是与舍受俱，在与这些根实升起于同路过程的塑形，以及随后升起而远取同一木门心路过程里，即能对可喜的身相即未生起心的乐习悦受，或对不可喜的眼身相即未生起的苦受忧受，或以中舍或不执着的态度对待目标而生起舍受。然而这些都是心之受并身之受，而且是在眼识等根识过后才升起，而不是与首先升起的根识相应。升起于行的阶段时，这些受即会与善或不相应。然而
于阿罗汉心中升起的月舍受则，则与为作心相应。应知概要。嘿对高海。结五应知分析。SNK he he chu nam la po do so mo ho a lo po a do so a mo ho z a by ten on cha bit ha ba vun di 于因之概要中，因或根有六个，即甜、吃、无贪、无甜即无吃。解五支注读说明分析。在这一篇里，一切为依据阿们的因或根 he 诸而分类。在经巴利文 he 诸用以表达意的原因 karana， 它与原 paka 是同义词，且常连成义词，它代表作为其他事物的因之法。然而在阿毗达摩论里，因是专用以代表根了，且只用于六个决定品德的主要心所。之前已曾诠释因少和它相应的心与心所稳定坚固的心所。有因的心如树般稳定又坚固，无因的心如血胎般既软弱又不坚固。在内文里所列出的六因，贪、甜、吃定是不善，无贪、无甜、无吃三因已是善或无忌，生起于善心，他们即是当生起于果报心或为作心，他们即是无论是善或无忌，这三因都是心所 sopana。 节六一分类 tapka farivahna fipapka vipana samichana santirana fautsopana Hasana, Fana, Tharasa, Ahasit, Tani, Nama. Sasani, Sabani, Pai, Kasate, Sitani, Satukan, Eva. Tathapai, Dvi, Mamu, Hasani, Ekatukan, Ni.Sasani dasa absala, Sitani si eva, Mavika utani dfa dasa vakara, Sobh anani si a tani on dfa isa type by tuka sitani. Fa dasa vaka utani, Kal mavakara so panani si apka, Tim samahajita,Lower S. Sitani C. A. Titani on Satakuta Lysa to Kasitani. 于此有十八种心是无因的，即五人转心双五十领受推度确定及生效心正五正五正二正三正一正一，其余的所有七十一心有因。在他们七十一心当中，两种纯粹只吃相应的心只有一因，其余十个不善心以十二与不相应的欲界心一共二十心只有二因，十二与智相应的欲界美心以及五广大与出世间心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节六注读说明，其各不善心
八个贪根心有贪与痴的因，两个甜根心则有甜与痴两因。十二与智不相应的欲美心，这些欲界心是善果报与为作各有四个，无贪无甜，因为与智不相应故没有痴。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这些心都有三美。节七总结。La podo so si ho si a hi chu a ku salatibo. Alo sa mo ho si a ku salabi a katatasa. A hatik asas.I call had to cut the fee if I say. If I to comment a satellite, I saw to cut. 贪甜及痴是三不善因。无贪无甜与无痴是三个善及无忌因。当只有十八种心是无因。两种有一因，念二种有二因，以及十七一种有三因。作用之概要 KK Sahar 结作用之分析 KK Sankehi Kikuni Namapati Santi Bavanga Avayana Dasana SanaGayana, Sayana, Fusana, Sampatichana, Sarana, Othopana, Javana, Tadaramana, Cutivasana, Savitani Bhavanti. Atisanti, Bhavanga, Avayana, Pakavana, NadaDivasana Panatisan Asadadanu Pedovedibo 于作之概要当中作用有十四级一叠身二有分三转向四看五听六嗅七尝八触九受十推度十一定十二塑形十三彼所愿以及十四此当之一阶段分类他们则成十级节身二有分三转向四五十等等节之注读说明作用之分析在这一篇里经是依作用而分类阿毗达摩论举出各种不经一共执行了十四种作用这些作用是在心路过程里执行第三至十三项或在心路过程之外及于离心路成心第一第二及第十四项指一节身 Patti Sandy 在投身那刻的作用名节身因为他把心一生与前衔接起来执行这作用的身心 Patti Sandy Sita 在每一世里都只出一次即在投身的那一刹那。二有分 Bhavanga 巴利文 Bhava 的意义生命 Bhava 有的成分或因素 Anga 即是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心的有作用是保持王之间的生命流不会中断在结身心生灭之后
紧接着升起的是有分心，此有心与身心同一种果报心，但执行不同的作用，即保持生命流不会中断。每当没有过程发生时，有分心即每一刹那中灭。最为明显的即是在无梦熟睡的时候，但增提的时候，它也在诸心过程之间出现 无数次。当某个标准机根门时，有分心即会被中，而月的心路过程也就升起，以实之该目标。一旦心路过程结束，有分心刻在升起，直到下一个心路过程发始止。如此，在不活跃的阶段，有分心会在一个心识刹那里生灭，就有如水之流一般，它绝不会连续保持静止于两个心识刹那。转向 Avayana， 当目标撞击任何根门一门时，即会有一个名为波动 Bhavanga Kolona 的心刹那发生，有分心于此，不了一个心识刹那，继之而来的心识刹那名为有 Bhavanga Upakita， 有之流于此被截断，紧而升级的心即转向五门或一门的标，这转向于目标的作用名为转向。四至八看等等，在五根门的心城里，转向刹之后升起的是一个直接实质撞击根门的目标的心，此心及其所执行的特用决于该目标的本质。若该目标是颜色，眼识即会升起；若该是声音，耳识即会升起等等。它们是基本的心，升起于辨别的阶段之前，只是简单的体验该目标。九至一领受等等，与五门的心路在眼识等之后依次序升起的心个别执行领受 Sampatichana 推读 Sairona 与确定 Vatsapana 该目标的作用，于一门心路过程并没有这些作用，五门转向看受等等等发生，反之紧接着有分段之后升起的即是一门转向中竟没有其他作用。十二塑形 Javana 直译巴利斯是迅速的跑，在心路过程里，这是确定之后的心识作用，由一系列的心班上是七个同样的心执行快速的跑向目标以实之他。在道德的角度，这速阶段是最为重，因为善或不善的心即是在这阶段升起。十比所愿 Tadaramana 直译文好的 Ramana 的意思取他的所愿，而代表原取前塑形以实之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在欲界心路程里，当五门的目标是所愿，或一门的目标是清晰时，这种作用即会在所阶段之后实行两个心识刹那。但当标并不明显或清晰，以及当心路过不熟
于欲界时，这种作用即不会产生。在彼所愿之后，或当彼所没发生时即行之后，心流即会再沉入有分。十四，死亡 Kuti， 死心是一世的最后一个心，是一世的终结。此心与结身和有分心是同一种心，也同样是路过尘心，属于心路尘之外的心。它与后两者的差别只在于作用不同，即行死。依阶段分类，它们则成十种。巴利文阶段是指十刹那，而在每一心十刹那里必定只能有一心升起。虽然十四心的，但看等五十的作用都发生在心路过程里的同一种阶段，即在五门转向与六之的五十阶段。如是，十四种作用发生在十个阶段里。解九，一心分类。Sadi Vipak Soha Agatosan Kirani Si Eva Samaha Vipakani Si Anavru Paraku Vipakani Si A Titanium Vikunu Vizita Tisan He Bavanga Kutaki Kuni Nama Alpha Yakuni Ipana Dvi Tatha Asana Savana Dayana Sayana Fusana Sampatichana Kikuni Ca Tini Santirana Kikuni Manovara Vanani Vapapkut Vervapana Kikasadhati Avayanadve Avjitani Kualak Kusala Fala Kriyasitani Apka Pabajavana Kikuni Asamohavapakuni Si Eva Santira Ups Si A Titanium AK Dasata Ramana Kikuni。在他们当中，十九种心执行结身，有分及死亡的作用。他们是两者俱推度八大果报心，以及九个色与无色界果报两种执行转向的作用。同样的，执行看听嗅尝触及受的都各有两种。三种行推度的作用。一门转向应在五门心路过程里执行确定的作用。除了种转向心，所有五十五个不善圣果与唯心都执行塑形的作用。八大果报心与三推度一共十心执行彼所愿作用。解九支注读说明。一作息心，若能分辨心的种类和作用两者，后者有时会与前者同一名称，之间的差别就比较不会对这一篇感到迷惑。虽然某些心是依它的一种作用而命名，但那只为了方便，并不是指个作用只局限于那种作用。
反之种姓可能执行好种与它的名称相异的作用。有分，此如前所述，在仪式里只有同一种心在执行结身与死亡的作用。在投生时，这种心把心智和前仪式里结起，在性的过程中出现无数次为有分心之流，一同是这种心以维持生命流不断，在时候升起为死亡心的一同是这种心，它代表了仪式的终结。有19种心构执行这三种作用。当有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四恶道执行这三种作用的，即是不善果报推度心。于天生瞎眼、耳聋、哑巴等等的人，以及某些低级的天神，执行这三种作用是舍报推度心。虽然缺失不善业的果报，但是人间的业则是善的，只是较弱罢了。这推度心在结身与有分的阶段，并没有执行推度的作用。因为它在同一时刻执行一种作用，对投身至欲界善去为人或天，而又没残缺者，执行这三种作用是八大善果心之一、二因或三因的欲界门。上述时种心属于欲界轮回，对于投身至色界天的天，出现未结身有分与死亡的是五种色界果报之一；对于投身至四无色界天的梵天，未结身有分与死亡的是个别相符的色界果报心。五门转向 Pabkavaravahana 在目标机根门之一时执行其转向目标的一门转向心 Manovaravahana 则在标法所愿撞击一门时执行其转向标的作用。此二因皆无因为作心 AhatukaCarea 看等，对于这五种作用，每一种都有两个可以作用，即善果报与不善果报掩饰等。表年一月作用之概要。新作用种树木执行树木善心十二宿行一十二看一耳十二听鼻十二嗅一舌十二尝一身十二触一领受二领受舍推度有分死亡推度彼所愿五越具推度心一推度愿二五门转向心一五门转向一一转向心一一门转向确定真孝心一素行一业善心八素行一业果报心八结身有分王彼所愿四欲界作心八素行一广大善有素行一广大果报心九劫有分死亡三大为作心九素行一出世
兼新八五行一。领受执行受的作用的是两种领受心。推度执行此作用的有三善果报与不善果报两个舍具无因推度心，以及越具善果报无因推度心。确定个别的心名为确定心。执行此作用的基础于舍具无因为作心的一门转向心，心在一门心路过程里执行一门转向的，在五门心路过程里则执行确的作用。塑形五十种执行塑形作用的心是十二不善心、二十一善心、四果报心及四出仙果心，以及十八为作心向心除外。彼所愿执行彼所愿作用的心是果报心。当三种推度心执行彼所愿的作用时，他们并没有同时执行推度的作用。结识一作用的数目分类。Be a peg has or had a thousand kira satan, ni patris and he, bavanga, kuti, tadar amana, rana, they snap up cake kenny mama. Mall have a peg ni a thousand he, bavanga, kuti, tan, mana, they snap up to cake kenny.Mahat have a pakani nava pati senti bavangati is not a kikani. So Matas is a hegatem sentirana irona, tadaran, mana, face not a kikan. Tath of the penSee for the pen of a human face not. Says any pen a sabani pijava, maldatutika, fig papka, fiber nani with them have only cake kenny itani on. 在他们当中，两种舍具推度心执行种作结识。生有分死亡彼所愿与推度八大道心执行四种作用结生有分死与彼所愿九广大果报心执行三种作用结生有死亡越具推度心执行两种作用推度与彼所愿确定心一门转向心也执行两种作用与转向其余所有的心塑形三意界双生起时只执行一种作用结识之著读说明行五十五种执行塑形作用的心只执行该作用而没有执行其他作用三一界是五门转向心与两种灵受心结识一总结Patisan Pedro Nomica Padana Cardasa Soda San Padana Sita Pada Pacasa Athis Theta Sadi VCNAV
Asadvisakamon EKA DVI Titanion A2 Papkakathanonimidis 一节针等作用分别诸精有14种一级分别则成种执行一种作用的心有68两作用的有二三种作用的有九四种作用的有八以及五种作用的有二们之代药 The forest and God 节二之分析 The forest and kid for a nino mark for amSalted forum, on out forum, jiffy at forum, kai forum, no forum, pa titanium, chabit, honey, bavanti. Tatsapa me, fuck a cut forum, tatsa solde, oh, salted forum, me. No forum, pana bavan, gan titania cutti.在门之概要里有六门即眼门耳门舌门身门与意门于此眼本身是眼门耳等是如此但有分则称为意门节十二之注读名门分析在阿毗达摩论里门 for 用以意喻心与所愿境目标交往的管道三种业之门是身与意通过他心对外界做出反应见第五章结念二至念此外一识之门即六门通过此六心与心所得以接触目标亦通过此六门目标前来呈现于心和心所这篇里作者先列出六门过后再分辨在每一门升起的心以及一能在多少门里起把诸心分类眼身是眼门首五门是色法 part, 即种感官里的净色 percipa 每一种净色皆是一门通过它身心路过程的心与心所得以缘取它们的是通过它目标才能被心与心缘取眼净色是眼门心路过程诸心之使它能通眼睛识之颜色对于其他根门的映色和各自的目标亦是如此有分称为一门有别于首门一门门并非色法而是名法 Nama 即有分心对于一门心路过程的目该过程里的诸心只是通过一门取它完全不依靠任何净色与那个心才是真正的一门诸著书有不同的见解阿摩一广释说一在一门转向的前一个有分心即有分段 Avanka Upakita 其他的达摩论著书则说有分心转向两者是一门然而列迪长老与注解分论的迷惑冰消皆说有分整体是一门阿耨罗尊者并没精确的说明那一个是一门而只是说一份是一门
叠十三，一心分类。Tathapagvarivahana kukvipana satik jana santirana fautsapana kalmakaravana tauderamanavisna shakutalisasitani kakadvaryathahama apajanti tathapagvarivahana sotu vipanivisana sotu varadisupajakadis Eva Bhavanti Titanion Sabatha Pai Pap Kudverkatu Pabasan Kalme Vakaran Eva Titanion Vedi Tabani Manovaru Vahuana Pap K Pabasa Javana Tauderamanavesna Satisathisitanidi Ikunavidati Patisant Bhavangat Kativesanadvar Famatani 于此有四十种想根据条件升起于眼门五门转向眼识领受推度确定欲界塑形以所愿同样的于耳门等等亦有五门转心耳神四十六种心能够升起当知一共有五十种欲界心能升起于五门于一门有六十七种心能升起转向五十五种塑形及彼所愿有十九种心能离门升起未结身有分与死亡结十三支柱读说明有四十六种心能的四十六心事一五门向心两眼识两个领受心各推度心一决定心念有各欲界行心十二不善心八善心八美作心一生效为作心八个彼所愿及八个欲界善报心其他三个包括在推度心之内见解九根据情况 Yathraham 虽能够升起门的心一共有四十六种但他们并不都在同一个心路过程升起而只有某些心具条件升起列迪长老出这些条件是一目标所愿二神的三人四座椅一例如若目标是不可所愿那么眼领受推度与彼所愿及不善果报心反之若目标是可喜所愿他们是善果报心若目标是即可喜所愿非度与彼所愿即是越具若目标是中等所愿他们则是舍具二若眼门心路过程升起的 Kalmapuni 所以十六心都能升起但若是升于色的 Rupa Bhumi 彼所愿就能升因为彼所愿的作用只限于欲地三若人是凡夫或有学圣素不是善即不善对于有学圣者则根据其所达到的果位若人是阿罗汉起的
则是为作心。四，若凡夫或有学圣者用如作意，用 somanasikara 善塑形即会升起，反之若不如理作意，不善塑形就会生。同样的是有行心或无行心生起意条件，54种欲心能生在每一门里，所有的欲心都能出现，除了属于其他四门的四双根识之外。如此把它们统计，一切欲界心都能生起于门，于一门所有55种塑形都能生起于一门，只有22不能升起于一门，即五门转向双50种领受心、五个色界果报心及四色界果报心。你们的 Farvamata 这19种子里列出的心名为离门，这是因为他所执行的劫生有分死亡作用，并不发生登门，亦由于他们并接受任何新的目标，而只愿取前一世凑一个新路过程的目标，即临死塑形标。见劫十七，劫十四，一门的数目分类。Locatora, Javanese, a titanium chatiothora handicarica, Sitani nama. Manoglatuti campana pavaricam. Suasan kirona, falsapena.Call me for Caravanani, Jafarika, Saturni. Apec has or had a thousand Irona, Mohava Pagani Charika, Onisi, Ifad Faravimotanisi. Jitava Pagani Faravimotan, Ifad Titan.在升起于诸门的心当中，有36种各自只升起于一门，即双50大塑形与出世间塑形。三一界升起于五门，越具推度确定即欲界塑形升起于六门，舍具推度及大果报升起于六门或一门。广大果报心永远是离门。叠石之柱读说明，双指升起于相符的根门，广大塑形与出世间塑形则只升起一门。越推度在五门里，此心执行推度与别人的作用，在一门里则只能执行彼所的作用。确定在彼，此心执行确定的作用，在一则执行转向的作用。大果报心跟两种舍具兔心一样，这八心能升起于六门为彼所愿，或一门升起劫生心，有分心与死亡心。广大果报心
这五色界与四无色界果报心在与很相符的生存的生起未结生心有分心与死亡心，由此他们永远是门的。结十五总结 I can't very case it up can very on this CA very have a mother ni femotani CA sub Chatim sati tathati ni akatim sayothakamon sada navadha ca titanium apkutha pdpe 36种心生起于一门三种门30异于六门10种于六门户门9种完全指离门如是以五种方法举示他所愿之概要 Anasen Gaha 结十六月之分析 Alamanes Gahi Alambanani Namaru Amanan Sada Raman Taramanan Reza Ramanan Fatsaba Ramadamar Ramanupsi Atani Abhabi Tani Bhavanti Tatsarupami Faruparam Tatsa Sadadeo Sada Ramanadanai Dhammaramanadanapada Sukhumarupa Sita Isik Ka, Nibbana, Pabati Vesana Chadamka, Hanti 与所愿之概要有六种所愿即所愿身所愿香所愿味所愿触所愿与法所愿其中颜色本是色所愿同样的身等是身所愿等但法所愿则有六种色为细色心心所涅槃与概念结十六支注读说明所知分析每一心及其相应心所皆必取一个所愿目标因为心本身即是实之目标的活动在八文里各自是用来代表所愿其一是源自词根意味与乐于的 Aramana 一个是源自意味勾住的词根由此所源是心及其相应心所取乐目标在这一篇里作者将会诠释所愿随后他会确定什么所愿与美和离心路过成心最后他会再分析一心的所愿范围六种所愿阿毗达摩论分析了六与六门的所愿首五种都包括在色法颜色声味四者是属于所 Upada Rupa 即依靠四大界而起的次要色法处所愿则是四大界当中的三即一界或坚硬通过触感觉味硬或软二火界感觉味热或冷三风界感觉时或压力四大界的第四种是水界其特象是黏聚阿毗达摩论水界不能通过触觉感受到只能通过一门实知
法所有六种手五所缘的每一种都能以下的三个方式实之，一通过各自的根路过程，二通过一门心路过程，三通过心路过程心即生有与死亡。第六种所愿及法所愿完全不能通过根门实之，而只能通过心路过程或离心路过程心实之。法所愿有六种，一境 Pasadarupa 是感官里的根门色法，即眼镜色、镜色等五种色。二维系色 Sukhumarupa 六种列于第六章节六色法，水界即是其中之一。三心 Sita 亦是一种法所愿，虽然心能识目标，但心本身成为识之的目标。当知心不能成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心不能识之自己本身，但在某个流里的心能够识之在同一个心流里的他心，亦能识之其他真的心。四五十二心所Ketasika 是法所愿，如当人们觉察到自感受思与情绪时，五涅槃 Nibbana 是有学者与阿罗汉一门心路过程的目标。六概念 Property 也法所愿，它是世俗法，并是究竟存在之法。节十七一门分类 Tukadvarasitanun Sabisampirudamifaraman Apsiapakapanamifa Tathasotatvaraka Sitadinam Bisadnai Teni ca paka panani yava Manora ke sitanun panachabitam pi paka panam Atitam anagam kavama Tap ca yutharham malampan hoti Faravimota panasanti Bavangat Kuti, Sen Katanun Dabitham Piyothe Sem Havan Yabu Devan Bad Faragahidun Pakapanam Atapabatik Hudun Va Kama, Kamanamata, Gadame, Samotamalampanun Hoti. 一点门心都只以颜色为所愿，而且只属现在的所愿，这样的身等是耳门心的所愿，他们也只属于现在的所愿。然而一门心的所愿有六种，而根据情况该所愿可以是属于现在、过去、未来或与时间无关。再者于即生分死亡三种，离门心所愿亦有六种。根据情况一般上纳于前一世已被六门之一识之的所愿，和现在或过去所愿或是概念。此所愿是业或业相或去相。节十七之注读说明，切眼心在眼门心路过程里，所有属于心路过程的心都只取色所愿为目标，色虽并非是眼识的目标，
五门转向心、领心、推度心、确定心、塑形心及彼所愿也都取同一个所愿为目标。再者，这些升起于眼门心路过程都只取色所愿而已 Rupa Mif 为目标。在心路过程里，他们并不能识其他目标，而且只属于现所愿。在此现在一词刹那现在 Kana Kalpakalpana 即指所体验的事物是于当下刹那存在的。由于色法变异的速度比明法，一个色所愿可以保持存在于整个眼门心路过程。八四根门的所愿亦是此。见第四章节六。一门心升起心路过程里的心能够识之五所，以及一切五门心路过程无法识之的法所愿。一门心能识之过去、现在、来任何一时的所愿，或是与时间无关的所愿。后者是指涅槃语。涅槃是没时间性的，因为即自性 Sabhava 并无生变异住与灭。念也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并没有自性。根据情况，阿毗达摩是解释该心是欲界塑形、神通塑形、其余塑形等等，除了生肖心之外，月行都取三时的所愿以及无时间的所愿。生肖心只取三时的所愿，神通心也十八支柱读说明取三时的所愿，无时间的所愿。除了神通心和取过罪所愿的第二与第四无色禅心之，其余的广大心都取无时间的所愿及概念。出世间心取无时间及涅槃，在于离门心等等。离门心是当中执行邪身，有分与死亡作用心。他们有十九种，即八欲界大善、五色界、五无色界果报心两个者具无因土心。这种心的目标 有六种，过去或现在的五所愿之一，或是法所愿。再有三种作用，从劫生至死亡，该心只取同一所愿。该所愿是投身时间的目标，在生过程当中是有分心的目标，以及在死亡是死亡心的目标。仪式当中的离门心必定与前仪式后一个心过程的标相同。当人临命终时，基于其过去业与当时的情况，各目会呈现于他的最后一个心路过程。这目标是以下三种之一。一、过去所造的善业或恶业。二、业相 Kamita 是与即将成熟而之下已是投身至何处的善业或恶业的目标或影像，或是造该业工具。例如虔诚的信徒可能会看到比丘或人的影像，医生可能会看到病人的影像，屠夫可能听到被宰杀的牛的哀嚎，看到
屠刀。三去 get him name it， 这即是临终者习事将投身的去处。例如即将投身至狱的人可能会看到天界宫殿，即投身至畜生界的人可能会看到森林或铁，即将投身地狱的人可能会看到地狱之火。根据情况 USA Sam Heaven 阿比达摩一广释，即是这片语的意思。离门心的目标是根据是最后一个心路过程时知该目标时所过的门而定，亦是目标是属于过去或现在所愿或是盖，又根据事业或业相或去相。其机是如下，若是生之欲界，在前一世临死塑形的阶段被六十之的五所愿当中任何一个所愿皆可成为相。这种所愿在今一世的任何几个有分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愿，它有可能是现在所愿，因为在前一世的临死行时知该目标之后，它还持续存在于新一世的首几个心刹那，随后的有分及死亡心所取的必定是过去所愿。若前世的临死塑形所取的标示法所，它则可能是业或业相，即是新一世有分与死亡心的过去所愿。若目标是去相，它一般上是色所有一门识之，以及是现在所愿。若是投身至色界天，三体心过成心的目标前一是一门临死塑形所取的法所是概念，于是与时间无关，以及是属于业相。投身至第一和第三无色界天是如此，若是投身至第二和第四无色界天，该目标即心是法所愿，所去愿也是业相。一般上也不言啊容词是专指讲有情 asabhasata 死后投身他处，因为在色界天的无想梵天完全时第五章结萨一，所以世的离门心根本不能愿取前一世身为无想梵天时所愿的目标。对于情依靠在身为无想梵天之的过去业，目标会自动呈现于结身有分与死亡位业等等。节十八一心分类。
Alavajita Sabalambanani Banesan Ayutame Vakara Kriyasi Ivakayabhiba Fautana Psa Titani Sabathapai Sabalambanani Arapasudiyak Katuthani Jitalambanani Sasani Mahajita Sitani Panani Pai Abalambanani Lokatara Sitani Nibanalambanai Tenan 在他们当中，眼识等各自取一种所愿，但三义界则能取颜色等所有。无所愿，其余的欲界果报生效，要心能取欲界所愿，心和智不相应，欲界速行能取一切，除了出世间法，智相应欲界善心，即属第五成善通心能。能取一切所愿，除了阿罗汉道与果，智相应为作心，为作神通心，即确定心能一切所愿。于无色禅心当中，第二与第四取广大愿，即广心。其余所有的广大心概念为所愿，出世间心全为所愿。结十八支注读说明：三义界轮转心与两种领受心，总之三义界，由于它们升起于所有五门，所以能取颜色等所有所愿为目标。其余这些果报心是三种推度与八道心，当升起未彼所愿时，他们能见于六门一切欲界所愿。再者，除了越具推度之外，当这些果报心升起结身有分与死亡心，也能取六种离门所愿。诸阿罗汉的生肖心也能取所有六界所愿，不善心等由于四道四果与涅槃有出世，非常的清净及深奥，所以不善心和相应的善与为作心并不能识知他们。欲善心等凡夫与有学圣者不能觉察阿难的道心与果心，因为他们还未证得此心。凡夫亦不能取有学圣者道心与果为所愿，层次较低的有学圣者则不能取层次的道心与果心为所愿。当有学者醒起的出世间成就时，他们能以相应欲界善心觉知道心、果心与涅槃。在道显身的种性 Gautrapu 已是属于这些心，他也取涅槃为所愿，见第九章大四。善神通心，神通 Abhibha 是以熟练愚者才取得的高等智。正典中提及五种世间神通，即如意通、神变通、天耳通、他心通、素面眼通。见第九章结念一。这些神通是用第五
禅心而获得，于凡夫和圣者证的，于诸阿罗汉则是为作的。拓第三种神通，有学圣者能辨识与他或层次较低的其他圣者的道心与心，但不能辨识层次比他高的圣者的道心与果心。按道心与果心则完全超越善通的范围。欲界为心的，通过欲界智相应为作心阿罗汉，能在醒察自己的成就认识自己的道心与果心，通过为作神通心，他能他圣者的道心与果心，包括有者与阿罗汉，在五门心路过程里，决定能实之无所愿，当作一门众心时，则能实之所有六所愿。于无色中，第二无色禅心取第一色禅心为所愿，第四无色禅心取第三无色禅心愿。如是此二心取广大为所愿，其余所有借禅心所取的目标是概念，如变处禅心取变相，第一章节十八至二十之说明，无量禅心取有概念。三年二月，所愿之概要。心所愿目标，一现在颜色，二十二现在身，鼻十二现在香，舌十二现在味，十二现在处，意界五门转向心，受心三现在五所愿，三度心一生孝心，欲界美果报心，十二五十四欲界心，五十二心所，二十八色，二不善心，四欲界美智相应善心，四欲界美智不相应为作心，二十八十一日间心，五十二心所，二十八色概念。此欲界美智相应善心，一生善心五八十心，除去阿罗汉道心与果心十二心所，二十八色涅槃概念。此欲界美智相应为作心，一神通为作心，一门转向心，六也所愿即八十九心，五十二心所，二八色涅槃概念。无色界第二及第四禅心六个，第一与第三无色界禅心，十五色禅心，无色界第一第三禅心，二十一概念，诸世间心涅槃。节十九总结。 Pavvasa Paritami Chasitani Mahajate Ekvasati Vahare Asanibanokare Fisanatara Matami Ekamafalajayate Pavkabat Sachaksati Satidhatat Angaho。念五种心缘取下等所愿，六缘取广大，七念一种缘取概念，八种缘取涅槃。二十种缘除了出世间法之外的一切所愿，五种缘一切所愿除了较高层次的道与果心，六种缘取一缘。如是他们的结一共有七。
节十九支注读说明。念心念三种欲界果报心转向心及生孝心只愿取下等所愿及欲界所愿愿取广大心这些是第二与第四无色尘的善果报与为作心念一种允取概念这些是五色禅第一无色禅的善果报与为作心八种缘取涅盘这些是四道心与四果心二十种缘取除了出世间法外这些是十不善心以及志不相应的四善心与四心五种这些是四志相应善心与善神通心六种缘取一切所愿这些是四志相应心为作第五禅神通心及确定心一处之概要法三高好节二十一处之分析法开启法三来那马克克萨高那之内阿克亚黑的阿伯苏西阿泰特尼阿姆查比特尼阿文迪特尼卡莫洛克萨尼派拉潘迪Rupalok Panagona Daitai M. Natha Rupalok Panasabani Pai M. A. Sam Vijanti 于衣处之概要衣处有六种即眼耳鼻舌身与心所衣处于欲界有这一切但于色界则没有鼻舌三依处于无色界则完全没有依处二十支注读说明依处之分析色法的生存心与心所必须依靠依处发思而生起依处是支持心升起的色法虽然守住与及五净色相符但依处与门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它对心之升起有用心路过程里的心心所门而得以和目标接触依处则是支持心心所起的色法这项作用上的差别是重要的在眼路过里除了眼识之外亦有许多种心以净色为门而升起但眼净色只是眼识的依处是它也运用眼门的心的依处关于门作为结身有分与死亡的心是门即是不发生于任何门然而在有名色法两者的生存的里没有任何心受不依靠依处升起的在这一篇里作者将先列出诸然后再根据所依靠的依处把诸心分类心所依处根据诸八师除了以各自净色为依处的双五识外心脏是一切心的依处色阿毗论并没有明确的提到心所依处阿毗达摩论中的最后一部发趣论
也只是说该色异界即世界得以升起。四，然而著书随后则确定那色心所依处心脏里的心事的血于欲界等于存的一切六一处，除身下眼或耳聋者，于色界天则无鼻舌身三一处。由于这三门的体二门眼耳较为粗，所以不包括这高层次的生存里。诸论师说该得的拥有这些感的外形，但并没有色，因此不能作为嗅及触的一处，所以这些感受也就不能发生于色界。于无色界天则完全没有一处，一切的一处都是由色法组成。一心分类 Tap up K fire night to your youth come on me kina pap kase David the nine is Eva pavad tenti Tap click for a fashion Sempe to chasen Katamana the to see a heyday and miss Eva pavad tenti A face summon of Fibonacci to send Kata C.A. Irona, Mohava Paka, Patai Advea, Patamemba, Hasana Rupu Vakura, Face Nahe M. Nisa E. Eva Avatendi. A face Sakuzo, Akusola, Triya, Nata Face. Anna.Say a fee a only saw y o u fee a. Earl Puvi Pekov is not hey day me. Eva Titanion. 于此五十界完全以五境色为各自的依处而转发生。但也即以五门转向心语两种。领受心则依靠心而转起，其余的也是如此依靠心而转起，即属于异世界的推度心、大果报心、两种田心、出道心、生效心、色界心。三正、三正、八正、二正、一加一正、十五等于十三，其余的心。无论是善不善，为作或出世间，都可依靠或不依靠心所依处。正十、正十三、正七等于四十二。无色果报心，则不依靠心所依处。结内一支注读说明：五十界等，在达摩论里。所有八十界被分为七种十界 Five and two 如下表三三月七十界经眼十界眼十二耳界耳十二鼻界鼻十二舌十界舌十二十界身十二异界五门转向心领心三异世界其余的一清七十六名为异界 Another Two 的三种心智非度浅的实之目标因为五门转向心面全陌生的目标而且是随着拥有不同意的心后升起至于两种领受则是因为他们随着拥有不同一处的心之后升起。五十界稍微些因为他们的看听
秀常或触目标，但还是类的弱，因为他们是夹在两个拥有与不同度的心之间。归纳于意识们 no vibana 的 to 的诸心能更完整与清晰的直知目标，因为本前心都他们拥有相同的一处。但意界及五转向与两种领受心依靠心脏而转，列于主的三十三心升起于无色界天，而只升起于有色法地，因此他们必定受到所依处之五田相应心被在色界天升起，因为正福田恨是正的禅那的协调界。须陀洹出道心能在无色界天里升起，因为他必须依靠听闻佛法才能升起，所以须有耳根。至于真孝心，则当然必须有才能显现为孝。基于这些事，十不善除去两个定心，八大善心，八大为作心，四无色善心，四无色为作心，七出世心，出道心，即一门转向心，一共有十二心。当这些心升起于有色法之极的与色的，他们必须依靠心所依处升起。当升起于无色地时，则不需依靠心所依处。无色果报心只能升起于无色的，所以不需依靠任何依处。关于三谛，见第五章节三七。结念二总结。Chathamisatakam rupi ketabitha Tavasamis arapi daf ikhaunisita mata Takalaisa se adfikatalaisa ayer Nisasi aonis sayapak aruonisita titanion。当知语的知七时，借依靠一处色地时，借依靠三一处无色的一时，借不依靠任何一处。四十三种心依靠一一处身体，四十依靠一处或不依靠一处身体，无色果心不。不依靠一处升起。结念二之助读说明。于欲等欲的理，五十界依靠各自的升起，意界及意识界则依靠心所依处升起。色的则没有鼻舌身三处与它相符的十界，于无色的则只有意识界，且没有意。Iti apitomotsenkehi, akina zenk, bahavai pegonamai, tatio parakido。阿毗达摩概要里，名为杂相之概要的。第四次完毕。